Hello，欢迎来到卡斯魔术道具店。今天要介绍的道具是上帝之眼。好，上帝之眼非常神奇。首先，我这里有一副扑克牌，它可以完全的洗乱。如果不能洗乱，这个魔术就没有意义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随便选一张。所以这张牌应该只有镜头前面的各位知道。好，我们只要这样经过一下扑克牌，就可以知道是梅花二。好，店长保证在镜头的，在摄影机的后面绝对没有任何的镜面或者是任何人提示，完全没有，好，空无一物。好，我们再试一张，这一张，这样经过扑克牌之后，哎，梅花四，对吧？好，店长连确认都不用确认，因为绝对100%命中。好，那大家想确认一下，我们后面到底有什么？是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有四只 Hello Kitty。对，还有一只电风扇，对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Goddess 上帝之眼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